协进会刚刚成立，所以也得到大家的支持。现在很多不同的艺人在立即拍摄的都在问那个协进会能够帮助他们，还有就进行一些我们的章程，我们一一对他们解释。疫情的进程很好，我们准备尽快也能够做一次到北京做一次我们去做访问吗？还是去拜访一些不同的我们的单位来汇报一些我们的进展吧。之前说要在大湾区筹备一个电影，粤语电影，现在怎么样？这个需要时间了，对不对？大家也在问，也很多人在说，我已经准备了，好像王晶导演啊，也其他的导演说，我也在准备大湾区电影。我说这个好啊，我这没有说一定要一部两部的，大家共同来做，最好就是百花齐放，每个人都在拍，那就更热闹了。